夫大一之体，欲得成神内室，望之俨然，宽裕汪汪，不骄不媚。我是木兰青，是一位医女，和师父师妹住在这药谷中，因为一场不同寻常的相遇，结识了此生最重要之人，我们的故事便这样开始了。丹方大全，师姐，你怎么又乱跑呀？师父让我们背的医典，你还一句都没背呢。哎，读什么医典啊？师父都被天武谋的人给请走了。所以啊，你要好好听师父的话，多温习医书，不然等师父回来，必有一番考教。你若是答不上来啊，定要好好罚你。哎呀，我的好师妹。师父今天刚走，你就忍心把我困在这里看医书啊？再说了，昨夜下雨，山间必定有不少好药材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我说不过你，走吧。你答应了？你若独自一人上山，我是不放心的。真觉得我们应该反过来，你才是师姐。走吧。没有那些难看的医书，心情舒畅多了。师姐，人不可太过懒散，难得出来一趟，你可别说这些了。而且师妹你这么震惊，还不是私藏了画本？我哪有私藏画本，你可别诬陷我。你可别装了，那日里桌子里藏的是什么，叫什么来着？师姐你别说了，你要是不给我看，我就告诉师妹去。你深山之中怎会有猫？去看看。哇，看，好可爱呀！怎会伤得这般严重？兴许是遇上猛兽了。好可怜啊！看你聪明可爱，便叫你小白吧。你我相逢即是有缘，我定会医好你的。真可爱，走，回家喽。不要挠它，知道吗？过几天就好了。师姐，这不是师父给你的桂花糕吗？你怎么对猫比对我还好啊？你还和一只猫置气呢。对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师父注释的那本《素问》可在你这儿？那我走了。记得温习。知道了。那你父子。小白，奇怪，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师妹，你有没有看到小白？没有啊，刚刚治好的伤，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野猫是养不熟的，伤好了自然便走了呀。亏你还带它掏心掏肺的好。它还没好全呢，我得把它去找回来。小白，你在哪里？小白，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擅闯药师谷？定魂丹可在你们谷州？定魂丹，你们是魔教众人？算你有眼光，既然猜到了我们的身份，想必也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少跟他废话，快把定魂丹交出来，还能饶你，否则给我追走。
想必姑娘也是为订魂丹而来，我们可以合作呀。姑娘出手相救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不知姑娘尊姓大名，出自何门何派？等师父回来，我必定与师父登门道谢。不必了，既然贼人已经离开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那个，姑娘有所不知，师父外出有事，谷中只剩下我和师妹二人，我们都只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。若是他们卷土重来，那你的意思是，姑娘可随我回谷中小住几日，等师父回来再走嘛？可是，哎，你是我们药师谷的大恩人，我必定会待你如知心好友的。那好吧，那我们走吧，走。刚才的问题，姑娘你还没回答我呢。我叫陆童，那我便叫你陆姑娘可好？我叫木兰青，叫我兰青便好。谷中的师兄妹啊，都是这么叫我的。好。那陆姑娘又是为何而来？难道也是为了这订魂丹？不是，我为师父寻猫而来。是不是一只毛色纯白的小猫，腿上还有伤的？我昨天为它医治了半天呢。正是此猫，多谢木姑娘医治。那你寻到它没有？寻到了，已经交与师姐送回去了。原来如此，小猫已经有主人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要不是小白，我也无愿与陆姑娘相见。她现在很好，你放心。我自是放心的，师父能教导出陆姑娘这般可靠之人，想必也是秉性善良的。木姑娘过奖了。白芍桂枝两钱，川穹枸杞两钱，熟地怀妻一钱。啊，你那白玉找到了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陆姑娘。我在山火中碰到一伙魔教贼人，是陆姑娘救了我。什么？师父刚一走他们就找上门来了？那你受伤了没有啊？啊，我没事儿。那便好，既有贵客前来，自是要好生招待的。先在此处歇息片刻。来，我们久居这山谷之中，粗茶陋食，还望陆姑娘不要介意。已经很丰盛了，多谢款待。陆姑娘客气了，当自己家便好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今天在山谷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白天我刚到山谷，便遇到了那帮魔教贼人。但是你师姐我聪明机智，肯定不会束手就擒的了。于是我与他们斗智斗勇了一番，然后……啊！明明是陆姑娘救的你，你倒是自吹自擂上了。我不正说的要紧关头吗？那帮魔教贼人着实可恶，眼看就要追上来了，陆姑娘临身而出，打跑了他们。原来如此。陆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还秉性善良，实乃我辈楷模。哦，我们谷新酿了几瓶桃花醉，不知陆姑娘可否赏脸小酌几杯？自是可以的。这呀，可是我亲手酿的桃花酒，你可以好好尝尝。好。敬陆姑娘救命之恩。
陆姑娘年少有为，不知出自何门何派？我师从乃是隐士门派。原来如此，如果不方便说可以不说的。你我年岁相仿，不知可曾婚配啊？师姐，人家只是来小住几日的。我知道。陆姑娘多吃菜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我未曾婚配。话说你的宝贝猫呢？小白的主人是陆姑娘的师父，已经物归原主了。那便好。啊，陆姑娘，陆姑娘，都怪你，陆姑娘分明不善饮酒，你非让她喝那么多。走吧。你先走吧，我在这里候着。如若陆姑娘身体不适，我也好照顾她。有劳陆姑娘陪我采药了。无妨。哎，本不该麻烦你的，但师妹她又不肯陪我来。反正我也无事可做。哎，好花赠美。哦，不对，好花赠英雄。多谢穆姑娘。怎么，不合适吗？没有，还是不太好看一些。你无事吧？无事。山间泥泞，我们先下山吧。这边过去。早膳你想用些什么？什么都行，若是有桂花糕就再好不过了。那就五味汤配桂花糕可好？师姐，我只是在看那块手帕。什么手帕？之前我把小白救回来医治的时候，在他伤处绑过一块手帕，方才在陆姑娘手上亲眼看到相同花色的手帕。兴许是陆姑娘为你所救，化为人形前来报恩了。胡说八道，怎会有这般荒诞之事？可是画本里都是这么写的呀。好啊，你果然私藏了画本，快交出来。我没有。你不交出来我就告诉师傅去。快啊。偷偷告诉你，师傅私藏的画本不多说了，预备早膳去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你来了。师姐怎么找来这里的？用了些返魂香，生死人一百鬼的秘宝，我也没料到有朝一日就用它来寻你的踪迹。况且这条路我太熟了。你来过这儿？不说这个了，你何时回去？过几日吧。师父闭关多年，修炼大成，
若他老人家出山之日没看见你，可是会生气的。我来此处寻找秘宝，遇见一个臭道士，险些丧了性命，是穆姑娘救了我，我欠她的恩情必当涌泉相报。你说的可是他？你我本一山林而居，风霜雨露，何等的逍遥自在。你一头扎进这人间道中，为了一件凡人厮混在一起，你可真无趣。那我便走了。师姐，夜已深了，怎么还不去睡觉？你说话本里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怎么还在说这事情？我也不知道，最近总是心绪不宁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陆姑娘？你们今天发生了什么呀？一言难尽，说了你也不懂。那你可小瞧我了，你不如去找陆姑娘说个清楚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说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强呀。也是，去吧去吧。你夜已深了，陆姑娘怎么还不去睡？没什么，心绪有些乱罢了。是因为白天的事情？不是。没想到陆姑娘行走江湖，见惯了快意恩仇，也会有心乱的时候啊。我先歇息了，穆姑娘早些回房去。白天那位可是你师姐？正是，她生性跳脱，爱开玩笑，穆姑娘不要介意。我介意什么？你们教中可有要事？是有些事，不过我既已答应过你，自然要等到你师父回来才走。若是有要事，其实可以先走的。不过我自小便久居在谷中，除了师父和师妹，再没有见过外人。你是我第一个谷外的朋友，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你若是有心事，可以告知我的，万万不要闷在心里。前几日有猫妖为祸人间，还请道长出手相助。哪里的猫妖？就在那五里山妖尸谷里。前几日原来是那孽畜，他有500年修为，黑丹已成，好好对付。若是除了猫妖，定有重谢。也罢，贫道陪你走一趟。多谢道长。不过说在前面，抓住那孽畜，黑丹可归我。你去自认。随我进去，他们来了。谁来了？那两个魔教贼人，还带了帮凶。你给我说什么？
我就是那白猫，这是我的内丹，有了它护体，他们奈何不了你。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万万不可开门，知道吗？那你呢？陆姑娘，开门啊！陆姑娘，开门！陆姑娘，你开门啊！陆姑娘，你这妖物，上次破了我的无常阵，损了我的镇魂幡，今日便取你这内丹偿还。真是天道有轮回，小的插翅也难飞。能动手还废什么话？杀！住手！你们要的东西在我这里，内丹也在我这里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快回去！小丫头识相的话，就把东西交出来。普玄，给你们便是。只要你们不伤害他。谁？臭道士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不记得我了吗？九尾妖狐，正是你姑奶奶。你可知，她是我刚修成人形的师妹。趁我不在，你竟然敢欺负她，看，都被你们打回原形了。不敢不敢，是小的有眼无珠。我今日不想杀生，快滚！雪丹少爷，你答应我们的地魂丹。要什么地魂丹？我不是他对手，快走。多谢师姐相救。别叫我师姐，我不是你师姐。我也真是不明白你了，为了一介凡人，和尚追了魔道。陆姑娘的内丹还在我的体内，我该怎么还理她？内丹和本体相互感应，你自己想去吧。我这师妹就托付于你了。陆姑娘，你可真傻，我何德何能值得你这般对我。你若是能醒来，便留在这山谷中吧。你要是不说话，我便让你答应了。